3月6日，知名演员陈松伶、陈伟伟哥、黄智贤及吴若希等人在电视城出席 TVB 游戏节目《娱乐大家》的录影活动。陈松伶一见陈伟，当即将对方抱起，以为能一只手抱起，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。提到伟哥的厨艺很不错，他透露有尝试过对方做的酱油鸡，连老公吃了都赞叹不已，更获对方传授厨艺。就是说我说如果这个白萝卜怎么做会比较好吃，他就滚刀吧，然后这怎么做比较好吃，他就说你要先放什么，他都会有很多招数给我。另外，吴若希近日进行30天婚变的挑战，每天都要想一个老公的优点并写出来，现已过半月。问到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，他就笑指：“我觉得想他的优点不难，因为他其实你慢慢想，会突然间很多啊，其实这个也是优点，那个也是优点，甚至乎一个普通的微笑，其实我也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。但是我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是优点，是这个是最难的，因为这个是考文笔啊，不是考你的真实性啊。那所以，反而是写那一部分比较难，这样子。”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